我可以教大家练瑜伽，我可以让大家随时把好换一边的脚。哦，是我要先穿私下，我还好私下晚上会穿衣服，你还好吗？好，私下晚上会穿衣服。我自我练习，如果自己在家的时候都没有其他的人的话，我会不穿。哇，那是全然的释放。对，看起来你平常压力蛮大的，你需要就是在家。米娅，怎么说？对，怎么说？没有，只用一个字，狼。啊？因为我穿黑色，而且哎，我现在还不能讲话。但我敏白看了我，然后就是有一点，就是偏严肃啊。七很害怕发言，我感觉得出，因为他们抽了那个顺序牌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下大家，然后七一号发言，七号就。很害怕第一个发言哦，七号。通常害怕第一个发言，有可能是狼牌，高几率，所以我先丢三七吧。二号刚刚踩我，可能只是因为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节目，所以我表现得比较严肃一点点。然后他一边在讲话的时候，一边手的小动作极多，一边在这边你想很多，所以我当然就是二号。我基本上不会说谎的，过。我也是女明星，我也不说谎。女明星怎么说？因为你刚才讲七号，到七号整个脸尴尬到一个无止境，哎，你这样。就是比较容易，然后我就看我已经一直在看他，所以我觉得八号疑似可能偏好，因为七号呢太尴尬，所以我想要着重您七号的发言。那如果没意外的话，我觉得是票七。那我就是尴尬程度。我是真预言家，看一下有没有人会跟我焊票。金水，哎，怎么那么开心啊你？先欢迎。我帮你接水。五号查杀，不好意思。